魔法世界二，寻找欧若拉公主。彩虹少女终于站上了全球直播的最终舞台，然而黑暗男孩的表演却让全世界充满了邪恶旋律。 Coco 管家，我真的能唱出欧若拉旋律吗？彩虹少女能够拯救陷入黑魔法的地球吗？第十七集，飞翔吧欧若拉魔法战士下。这可怎么办？美丽的魔法旋律已经行不通了，我肯定不是欧若拉公主。这个时候，要是有欧若拉公主在身边的话，竟然用充满黑魔法的邪恶旋律蛊惑人心，魔法世界和这个地球，还有我珍贵的朋友们，这一切我都会好好守护的。小林，哦不，是欧若拉公主。就算你是欧若拉公主也没关系，因为黑暗魔法能量已经覆盖整个世界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想要守护彼此，这种爱的力量是任何魔法都赢不了的，这个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什么？真是放肆！那我就证明给你看。呀！欧若拉魔法战士能量，正义与爱的欧若拉。我刚才干什么了？哇，好像心灵得到了净化一样。哇，好幸福啊。小林，还有那些有着悲伤记忆的人们。
拉公主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现在可没什么好怕的了 ，X 女王，欧若拉魔法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世界啦，可可管家，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魔法镜，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因为你集齐了所有的奖牌项链，所以我才能出现的。小林公主殿下，哦不，是欧若拉公主，你最棒了。哎，不过可可管家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就是欧若拉公主啊？那你怎么还一直让我去寻找欧若拉公主呢？因为欧若拉公主可不是轻易就能成为的，只有当内心充满爱与正义时，才能成长为欧若拉公主。
可是公主殿下你……哦，你是想说我只知道包子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口口管家一到尴尬的时候就知道逃避。小林，哦不，欧若拉公主，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叫你呢？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呗。就算你成了欧若拉魔法战士，也还是我们的朋友，对吧？当然了。不过若拉，你是……咦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因为你们，我才知道了自己也是魔法少女的事实。若拉果然不是平凡的地球女生。不过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呢？这个嘛，可能啊，还会再出现需要我们去守护的东西哦。什么？我开玩笑的啦。原本除了包子什么都不知道的魔法世界公主小林，现在成长为了欧若拉魔法战士。以后我们还会经历什么样的魔法故事呢？我要先回到父王的身边，回到我的家乡，魔法世界。再见了，小林魔法世界二，寻找欧若拉公主。